这是咱要来举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北中会办门教会陈宇全牧师尽情退休，陈明开陈明辉牧师受职就任第三任牧师，感恩礼拜，礼拜开始，请奏乐。圣诗第538首，我心大欢喜，主点心边，请起立来迎全圣。
咱要祈祷，请上帝长老老建长老传咱来祈祷。请同心来祈祷。创造宇宙千奇万行的主的上帝，我们感谢你，你伫无相关的时阵，无相关的所在，你经表你的福音来全世界来服侍你。我们感谢你，你43年前就请起你心中的萝卜，当作牧师来到台北教会。他们教会这个所在，而且多无信仰，造就信徒，也引传一个人来服侍，和真济本来不理的人，都就因是你，都为我们教会当中叫来为当工，我们感谢你，我们有你纪念感恩，以是你所献上的一切。也对安尼来修祝福第一甲伊厝内人，他今日阮伫遮，就伊机会虽然伊还阁健康，总是就会迄份感谢，所以先把伊连退休连到礼拜，祝福你是无同款的和牛，无同款的角色，继续引带伊服侍你的路，予伊。也是会当继续为你做搁较侪善的工。我也要感谢你，你有好料，你所尽量的萝卜，陈明辉牧师来到办教的这个所在，来继续牧养这的正信徒。陈明辉牧师过去伫台湾。无相款的所在，有你啊，已经做一个最好的工。当伊来到这个所在，恳求你带领伊头前的路，圣神引带，会当甲遮的正会友同心，有着助力的圣工来拍拼、跑走，让每一个信徒伫这个所在信仰拢得到好的造就，也伫这个社区将。基督听的政治也在这个所在发出基督的旁边。恳求你纪念陈武全牧师，加添陈明辉牧师伊的气力，也继续温书伫北门教会，予教士伫遮会当兴旺。阮今日伫遮为着这两件代志做感恩礼拜，恳求你圣神甲阮同在。予阮一切的丁事拢顺利，也拢会当荣耀你的名。每一个参与的人也拢得到你听的感动。阮安尼献上阮的感谢祈祷，拢是我靠主耶稣的圣尊名。阿门。中读上帝的话，记载伫约翰福音第3章25-30节。咱要请两位长老、陈金龙长老带咱来读。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约翰福音第3章25-30节。对于安尼，有约翰的学生，甲一个犹太人沾边亲戚的事，因来就问约翰，甲伊讲：列比亚，从前你甲你伫约旦外。你所干净的，你看，伊在行洗礼，众人拢就近伊。约翰应讲，若毋是对天予伊，就人袂得到什么。恁家己为着我做干净，我捌讲，我毋是基督，就是奉差伫伊的头前拿定。有新娘的是新囝婿，新囝婿的朋友徛伫听伊，为着新囝婿的声就欢喜告急。所以我即个欢喜充满人，伊
兴旺，我的确顺利。愿上帝赐福咱听叹，搁遵行上帝的话的人。以上。赞美，你徛起的所在，咱要请北门教会献歌队。先生安尼讲，其实伫中委会提示几呐遍，总是袂当照我所愿换人讲的。啊，所以只好欠款，勇敢来承担啊讲的。我想伫使用不足的人，用伊家己的话，
真侪地方彼此会变地甲提醒。圣经中有真侪例是提到传承，有两个咱拢真熟真正面的典范，就是摩西甲约书亚、以利亚甲以利沙。摩西不止带领以色列人，将带领以色列人的责任交代约书亚，其中更加予咱看见摩西甲约书亚两代之间同行的可贵。之所以会当有遮尼好的传承，是摩西会晓得通放手，同时也传承信仰伫约书亚的身上。所以约书亚伫人生的路尾做即款的告别讲。轮到我到我的家，阮决断要服侍耶和华。以利亚甲以利沙的故事嘛，相款。以利沙真清楚伊的先生以利亚服侍的能力对打落来，伊更加深刻体会属于家己能力的有限，未会承担所未承担的职分，所以回应以利亚求祝福讲。求你将感动你的心，予我相分。通过这两段传承圣经的故事，其实对咱有真要紧的提醒，迄就是放手，予上帝接手。迄就是明白结束才是开始。摩西的结束，约书亚的开始；以利亚的结束，以利沙的开始。在新约圣经，犹原同款彰显结束就是开始的咧。抓鱼的人，这种的生活结束；门徒的生活开始；门徒的生活结束，使徒的服侍开始。两位丹牧师，恁一位要对放门进田退休，一位要承接放门牧养的责任，请问恁要怎样断？怎样谈？两位拢是谈牧师，恁要怎样谈？我想绝对不是各唱各的调，不是萧规潮水，就是老成规小成不水，乃是合唱。意思是虽然有无同款的牧会风格，在无同款的时间的过程中，牧养上一间教会。却要亲像合唱迄一般的和谐，虽然两人各自发展，好参像伫合唱的内面各部各自发展，但是最后拢是为着主题再现，也就是上帝对放门教会的心意来陪伴。所以我感觉两代之间的要紧的传承，不只是牧会的美感。更加重要的是三面的甲提醒，要怎样伫牧养的职份内面来尽忠。三代祷学习放手，和上帝来接手。更加要紧的是，有限的咱也必须清楚，有真侪代志，毋是凭咱个人的努力甲技术就会当决定结果，乃是深信一切有上帝的掌管。真做上帝祝福的咱，敢若会当敞开心胸来接受上帝的作为。伫进入讲道之前，要分享我个人真爱的两段提醒。这个提醒安尼讲讲，你毋免甲人比较，甚物人较熟练，佮较健全，因为输赢毋是比赛。你毋免甲别人比较，甚物人的时间更加成功。因为传福音不是比赛，你不用跟人比较啥，像领更多人归主，牧养不是比赛，你不用跟人比较什么人的教会更大间，教会价值无在伫大小。另外一段的提醒是讲，你会当为了上帝的工真无闲，但是无代表你大军上帝的心意。你会当参与济济教会聚会，但是无代表你真正认捌上帝。今仔日的经节，
记载洗礼约翰的门徒来找约翰。啊，你甲约翰讲，迄位曾经受伊洗礼一位名叫做耶稣的人，竟然这么无顾伦理，自立门户，伫犹太地为着人来洗礼。更加严重的是，现在大家拢去找伊，无要搁再找约翰。所以，伫门徒的目睭中，伊的先生的事业前途备受耶稣的威胁。约翰回答讲：“讲新疆赛的朋友徛伫听伊，为着新疆赛的声就欢喜告急，所以我即个欢喜充满啦。”煞只约翰安尼讲：“讲伊的确兴旺，我的确衰微。”其实约翰的学生伊的烦恼并毋是无道理。对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咱看见。洗礼约翰曾经非常的成功，但是现在上界有吸引力的人却是耶稣。在世间人的目睭中所看见的，就是约翰的衰微，因为约翰已经被耶稣逼落去，甚至约翰的两位学生也离开约翰来跟随耶稣。其中一位就是咱拢真熟的安德烈。不过约翰却欢喜看见家己事业的衰微，欢喜看见耶稣事业的兴旺。要怎样会当来理解这种的态度？对基督徒来讲，干那伫表明一点，就是约翰真清楚耶稣基督是甚物人，是迄位伫极起头有道，道甲上帝三甲地的，道就是上帝。约翰辨别家己配角的角色，所以鼓励新郎甲朋友的譬如，来说明伫此时此刻伊家己的心境。正做新郎的朋友，伊当然愿意啊，唔忙。每一个人会当正确将因的焦点放伫新郎的身上，唔是错误放伫我的家己的身上，因为主角是新郎。新郎的欢喜就是我的欢喜，新郎的荣光就是我的荣光。不可否认的，服侍的过程中，咱常常陷入伫主角、配角三三分不清的境况。虽然伫理智上，咱拢清楚，咱拢明白，这是上帝家己的教诲，这是上帝的掌管。但是到底有多少人可以亲像洗礼约翰那一般真清楚自己的分子，明白自己的角色，思思念念挂耶稣，将来不是自己，是主耶稣基督，专心在高举主耶稣基督。伊的确兴旺，我的确衰微，直接的翻译的意思是伊要增加，我的确要减少，嘛会当翻译讲，伊要变光，我要变暗。我想会当用更加容易的例来帮助咱理解，就是舞台顶迄个十八代聚光灯的焦点，现在你照的是耶稣，唔是约翰。但是约翰所讲的兴旺甲衰微，却不是人的事业之间彼此竞争的关系，乃是上帝工程甲人事业之间根本性的差别。就因为约翰这种的认识，和约翰甲伊的学生无同款。约翰看见天上的事，甲地上的事，一种根本的无相共，其中有袂当违背的必然性。这个必然性就是上帝国要永远存在，不管什么人拢要真做过去。教会如果伫上帝旨意内面是永远存在信仰的团体，那是安尼，你我就是活伫这个信仰前辈真做过去的现在的内面，有一日咱也要真做过去。咱不过是伫属地利化有限的内面，尽忠为着上帝来做工。不过虽然咱的服侍一定真做过去，
上帝却要亲身纪念正做过去的咱所做的工，就亲像诗篇九十篇所讲的：愿你坚固阮的手所做的工，阮的手所做的工，愿你坚固伊。由于咱常常伫服侍过程中，会产生真济无必要的比较，不过却真少有同工会当坦然面对我必然衰微这种的必然性。我的意思是，你我的服侍不过是伫一段受时间、空间所限制的过程。伫属于你我的时代内面，不管有多年辉煌，总有过去的一日，有新的一代要被兴起。所以虽然伫新甲旧的交替灯塔的时间的内面，有当时，予咱看见被兴起的一代，可能毋是遮尼熟手的表现，就是展现完全无共款的木会风格。这种的木会风格，无一定是你所欣赏的。正常来讲，这种的木会风格，可能是你所无识的。举例来讲，有传牧师一世人无用一间教会，叫做放门教会，43年久。所以我也相信。我来做一个统计好啦，今仔日有足侪牧师伫遮吼，对头到尾无用一间教会，请举手。所以我会当安尼讲吼，有99.9%的牧师无法度超越有传牧师的记录。更加要紧的是，伫这段的时间的内面，有传牧师塑造办门教会。放门教会也伫这段时间的内面塑造乌传牧师，乌传牧师甲放门教会双方形成属于放门真特殊的传统甲文化。免费牧师要接近放门，会当想象的是伫这个过程中的确有真侪需要彼此调整甲适应的过程。时间若经过，免费牧师甲放门教会也要。来寻索，来造成无同款放门以往的传统甲文化。所以，如果咱明白有真侪同工，因必然是被兴起来接受咱的一代，我想咱就袂心怀不平，反倒等会有搁较侪的包容、陪伴甲教导，因为属于因的时代已经来到。因为聚光灯已经转向，约翰不是完全无看见家己，只不过对真长远上帝国的角度来看，约翰更加欢喜看见衰微的家己，所以约翰坦然面对家己衰微的必然性，因为我的衰微是受造物的必然，但是属于主耶稣基督。永远袂衰微的幸福，我要三甲不分。有人安尼讲，讲上台要靠机会，下台要靠智慧。怎样上台，将来毋是重点，重点在于你怎样珍惜伫台顶的机会，甲怎样会当优雅下台的背影。不可否认，每一个人拢期待。咱是会当受人注目、高估的迄一位，所以伫生活顶面，伫咱的服侍顶面，无毋是充满各种各式各样、暗自较劲、无愿意顺服，甚至无法度合一。但是如果咱会当将焦点对错误配角的身上，转到正确主角的身上，若是安尼，事实上。咱就知，不管什么人，拢要真做过去，也拢要衰微，拢要归伫土粪。所以，是毋是咱也会当亲像约翰迄一般，伫信、伫盼望、伫疼的中间，欢喜看见家己的衰微，独独关注耶稣基督，得着幸福。关上帝话，真做咱彼此会提醒甲勉励。当心来祈祷。
特别，阮的上帝，阮献上阮的感谢伫你的面头前。阮为着放门教会伫你真中的劳苦，不断无输43年的牧养的内面，阮看见这间教会的改变，阮看见这间教会的特色，阮也看见这间教会的幸福。祝阮更加感谢你。伫武全牧师完成阶段性的任务了后，你呼召你的罗伯并非牧师刷着这个要紧的职务，因也在创造属于将来北门教会所要起造啊，所要创造的传统文化甲特色。祝阮的上帝伫这个过程中，你无毋是伫提醒阮，每一个人拢有过去，拢有衰微。的一日，就是主，阮的上帝，阮深知你的教会伫你的子嘅内面，却未兴永远兴旺。所以，因为阮的上帝伫整个过程中，阮无毋是欢喜看见阮的衰微，阮无毋是欢喜看见你的教会的兴旺。主，求你帮助阮伫服侍过程中，清清楚楚明白主角、配角。到底是什么人？所以，阮无伫整个的过程中抢夺属于你的荣耀，阮无伫整个服侍过程中来起造阮家己的夸口。阮求你帮助，也看过武全牧师伫退休了后的生活，阮知有济济的计划，这计划是伫退休了后啊，要得到更加广阔的祝福。我也求你保守明慧牧师在接任这个要紧的职分，也会当得到你的保守，亲像你怎样在43年久来引出武全牧师同款，你也保守伊在北门教会的侍奉。我献上我的感谢，我也将我有限的人交在你的手中，祝我感谢你，让我这个配角。有法度来参悟主角的欢喜，有法度来参悟主角的荣耀。我感谢你的敬调，我感谢你来呼召我三甲五分的这种的阳光。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要用乐器来阿罗上帝。小提琴请吴长修老师，钢琴请陈碧欣老师。因所谓娱乐的是《The Lost Prayer》。
免得咱要请议长廖继坤牧师。各位牧长、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平安。依据我所敬听的，我尊牧师平安。真感谢上帝，今日当有这个机会伫遮，来到我所敬听的我尊牧师来三个分享我伫我尊牧师伫北门教会的这段过程，有看见真侪疼痛，真侪感恩。北门教会是伫1964年10月25日来设立，到今日拄拄啊满56年。一间教会56年经过，这中间有兄弟姊妹、有牧长，同工因着磨甲辛苦。相信伫这个中间，也体会真多上帝恩典甲疼痛，真正要感谢上帝这款的疼。伫1977年7月，辅助牧师来到伫北门，正做第二任的牧师。阮伫7月初3，我所服侍的天母教会也伫7月初3来设立。所以大概天母教会历史偌久，大概甲辅助牧师服侍这个年限是差不多同款。北门教会已经有开设4间教会，所以对伫1960年代这个背家运动，通讲北门教会真有贡献。所以总会、中会应该爱感谢咱的北门教会，感谢前的牧师以及陈武全牧师。相信明辉牧师来就任，也要续接这种的心继续。迄个时阵，北门教会13岁，阮到第20岁才开始教会啦，吼，有较慢啦，总是阮嘛要学习这款。这是我伫这个中间看见上帝听，也是咱对上帝的感恩。第二，我要来讲起就是兄弟姊妹的疼痛。那北门教会甲牧师的同工对牧师的疼惜，还有北门教会的兄弟姊妹以及牧师对伫遮的教会关心，真正互阮真感恩。伫迄个年代，为着扶持这个教会，通讲兄弟姊妹，那为着教会来祈祷，实际帮咱同工的参与，我会当来用作，所以阮常常将这个放伫阮的心内，正做一个阮的感恩，是咱兄弟姊妹目中的疼，互阮会当伫遐来健全。刚才阮了无够个所在，阮嘛要学习，而且阮就听见教会兄弟姊妹疼，也是阮的感恩。过来，我要来讲起一位上帝忠心萝卜的疼惜。唔啦，对教会也对教会的传教者会疼。有阵牧师的简历只有列一部分啦，我想只有列一部分，我想这个就咱大家都不知。有阵牧师参与伫平安园的创建，伫北中受选做44届的北中的会长，受选做51届总会会长。我想这个不是要来乒乓，是伊受到肯定，伫总会、伫中会、伫教会服侍。我特别要来讲起一项，就是2007年天父教会第一任的牧师退休，这牧师退休的时阵，有阵牧师是伫遐正道。过3个多月，我是接任第二任来奉的牧师所接，有阵牧师。迄个时阵，打电话给我讲，是不是我卖去参与服侍？我讲是安怎呢？这无啥像吴尊牧师的个性。伊讲，因为伊伫教会咧倒粪扫时，脚受伤啦，坐轮椅啦。伊讲安尼歹势啦。我讲牧师你来当来，我真感恩真欢喜。所以我会叫你牧师是坐轮椅啦，空就歌啦吼。我讲牧师你会当来，真正。我个人，阮的教会拢充满感谢，因为一个教会牧师对着教会以及教会传教者的关心，实在是那咱中间可能真侪人讲啊，安尼拄啊好啦，总是伊还是佫是
真关心，所以轮椅坐咧就搁空咧，我是为着教会的第二级的牧师伫遐放咧，伫遐来帮衬。啊，伫这段时间，常常关心有时就敲电话，好无？有遇到什么问题无？有当时一个真简单的问候、请安，表达迄个关心，真多。我个人伫服侍顶面真大的困难，所以今日真正用感恩的心来感谢天父上帝，也感谢咱北门教会以及第二任牧师。我相信伫这段四十几年的服侍，侪侪人因为有在牧师你的服侍，因为教会的疼痛，侪侪人得到福，也愿上帝加添福气。有在牧师以及你的亲人的心上，我相信上帝嘛要好款待咱北门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愿上帝祝福大家。这是咱要请局长来敬送礼物，代表台北中区来敬送永远的北中人，给陈副全牧师。我们要请张义宏执事来讲解啊，陈副全牧师。局长，各位长辈，各位牧师，各位长执教兄弟，平安。我是北门教会执事张义宏，今日真荣幸发到来直接介绍。今仔日退休的陈副全牧师，副全牧师是我领袖办教会，那我是说牧师吼。咱知影是1915年有大八年的事件，叫做这事件吼，以及伊的时代。迄时阵牧师的阿祖单身在中路吼，因为有奉献十两银子，迄个社头的教会吼，所以全家伙也免去用抄家去做啦吼。所以真感恩吼，咱的。住的稳定，所以1903年进前吼，啊，就奉献着土地甲一寡建物，正做着新中基督长老教会的建立。所以咱副全牧师伫1949年吼，就是出生伫即个基督教的家庭。所以从细汉，咱副全牧师就受到真严格的训练，训练安怎？就是要奉献为主所用，吼、哦。所以伫宗教训练，伫厝诶要求非常诶严格啦，吼、哦。啊，无论如何，吼、哦，希望伊爱以迄个教会生活为优先，吼、哦。所以牧师嘛真出团，吼、哦，真少年17岁，就完成了真完整诶即个神学诶教育，吼、哦。伊伫1977年伫台南神学院毕业。佮摕到即个大学的硕士，吼、哦，加做台湾长老教会上少年的传道人，吼、哦。伫1985年，嘛去加拿大，吼、哦，接受着教会声响宣教 CUT 的训练。佮卡布罗尾，吼、哦，伫林铁夫教授开设的 URM， 吼、哦，即、這个训练的课程，吼、哦，同款也是为着即个声响的宣教。哦，一寡任务来做着训练。副全牧师伫1977年毕业的当年，就受派来阮的北门教会，正做第二任的传教士。吼、哦，而且伫两年了后，1979年就受聘，正做北门教会第二任的牧师了。吼、哦，但是吼，我看牧师遮认真，遮出团。伫该有诶，伊嘛是拢无放弃吼。伫这两年，伊着有熟悉着伊个牧师娘，李惠宽小姐吼，而且嘛真够利用时间啦吼。伫传教士甲牧师诶中间吼，今年1978年啊，着甲咱牧师娘结婚吼，啊嘛是真够吼，后生伟啊，啊甲查某囝毕生，我拢
出身吼、哦，所以咱牧师不是伫个中国教会真牛吼，伫、哦、家庭也是真牛吼，所以阮放教会伫乌镇牧师牧养43年以后，头拄仔咱局长嘛有介绍吼、哦，有开设了即个帆船天主教会、马街纪念教会，啊、最近公益行动教会吼。哦那头拄嘛讲，啊，天主教会嘛，搁做了着，增设这个帆船关渡教会建立吼，所以他牧师定讲哦，咱做阿公啊吼，咱是啊，请用囝教会吼，咱搁孙啊教会吼，所以牧长牧师伫八门教会牧养真尽职以外吼，伊嘛参加不止啊济重要的职务吼，那。啊，做局长嘛介绍，也是请做咱台北中会的局长辈，甚至嘛请做咱的总会局长辈。但是毋是讲一个就做教会的局长吼，伊即个中间曾经嘛捌做过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吼嘛捌做过传道委员会主任委员，而且咱嘛讲过嘛负责着即个槟榔园的创会主任委员奖状吼，所以。副总牧师会使讲，哦，伊奉献尽心尽力，哦，上帝工拢无咧客啦，吼、哦。其他副总牧师都有较个精彩的事件，就是讲对咱的台湾民族运动的改革较参与啦，吼、哦。啊、上直接一个就是啥，伊就是伫美丽岛事件中间，吼、哦，对伊的。文书社秀雄博士吼，啊，提供了真好的保护啦吼，所以牧师常常吼，足积极个讲吼，吼，不敢再是我吼，啊无吼，阮老师就是面就叫掠去啊，吼，所以这是吼，咱牧师伫咱台湾民主运动中间参与个贡献，啊，因为安尼顺势伊嘛参加真济，迄阵啊当初所谓东华个救援个项目。行动甲保护一寡就是团体吼，所以伊才会成做吼咱的行政院聘做所谓行政的政务顾问啦吼。今年嘛是相关得到这个职务吼，会当为着咱台湾，还是咱台湾所选的总统，咱台湾来做一个指导，啊，甲一寡政策的参与。所以有阵无输吼，退休了后，伊嘛是还佫相关吼，找伊的第二春吼，伊嘛是伫计划伫个信用中做奉献。伊看到吼，现今的台湾，咱基督徒伫民众福冈吼，往往富含基督徒教育、信用啊，甲基督即个礼仪的一寡规矩吼。因为受着咱台湾即个殡葬业业者吼，还是咱台湾在地一寡其他宗教影响，所以有一寡变质吼。所以咱牧师的真挂住人心吼，是伫培养咱在世在基督徒。现主席退休了吼，副传牧师吼，更加要加做照顾这批住大病的囝仔啦吼，加做一个为生甲死专门照顾的牧师。所以上落尾，我要讲的就是，牧师今仔日伫正道讲的吼，要讲话讲袂尽吼，啊，要做的代志吼，啊未了吼，啊，这就是我介绍的当副传牧师。这是甘言要请陈副传牧师。啊，议长、姚牧师、咱长常委会、甲咱在座的牧师、甲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本来讲卖讲甘言啦，吼。啊，不过我呢，小会员甲我讲，哪有人去无讲甘言的？我伫咱教会吼，43年过4个月吼，对。1977年7月讲到到今仔日早起，我拢讲到，啊，应该拢讲煞啊，莫去讲啊啦。啊，不过吼，我咧手话讲爱讲，哇，啊，所以吼，伫早起讲吼，我想着布罗先生伫《腓立比书》第四章所讲，煞尾来讲，最后来讲，我要讲袂尽的话啦。所以我用这最康复，确实就讲结论，我伫今仔日早起。由阮教会56周年的时阵，该讲的我拢讲煞，啊，应该今日免讲啦。不过吼，我感谢上帝，就是讲，
嘛感动我讲，嘛是爱讲感谢的话。所以我爱代先来感谢上帝，就是伫咱台北中文班有一个中国语牧师，伫1977年吼四月去找我，迄阵伊做教会执事啦，哎有两个执事甲一个长老来找我讲，是毋是我会通去因客城教会做因慢慢教会的牧师啦，的团队。啊，当时我讲，哎，我会晓客话，检查会当哦。不过因当伊吼参详了，参详讲这个陈武全牧师吼，皮肤乌乌，过矮矮啊，敢会晓讲客话啦？啊，所以就无去啊。啊，团队我讲啊，就用拍，啊，就派来帮忙教会。所以我咧想讲，人的意思甲上帝的意思无同款。因为人的意思，因我本身我甘愿去一个村卡客庄的教会来牧会。所以上帝的意思派我来到你台北中会。帮忙教会来做一个团购者，啊，我是顺摊的。这中间有人要请我去别位，不是我的原因，拢我牧师呢。讲你牧师呢，哎呀，我当派不 organ 吼，啊，我教会派不 organ 啊，你都爱来啊。啊，不过吼，想来想去，还是帮忙教会较好点。啊，所以我一直留伫遮。所以我代先感谢上帝，就是引出我，啊，好我会通伫遮对头甲尾。啊，上无经验的牧师直接要退休，所以我嘛真欢喜讲有这款的经验，啊来帮助我来完成我牧会的事奉，甲伫上帝面前我应该尽的责任。啊，第二我嘛真感谢我帮忙教会的长执，甲所有会友，真正我伫遮唔是我咧搞，我早起就讲吼，是帮忙教会造就我，啊嘛我嘛伫遮诚侪帮忙教会大家一定真疼惜。一直传到遮，咱像廖继坤牧师院长伊所讲的，我呀，伫早起我就讲，哎、欸，咱过来吼，爱安怎事奉甲工作，像今仔日吼会爆满啦，啊，要请42对的，啊，有一个无请的吼，超过500人会来啦，咱到坐较顶都120个那顶，啊，那一楼佮三楼佮顶进来吼嘛是300，还有500个袂安全。好，我呢，卫药会校长哦，都甘愿更多啊，伊啊啦，啊，迄个吼，刘昌邦都甘愿讲我要做什么啦吼，啊，迄个张一芳都甘愿吼扫涂骹啦，啊，佮吼陈玉仁博士吼，伫遐过天推呢，啊，所以我啊，我甲讲伫遮咧讲什么，就是讲伫北门教会遮个中集，啊，当然有一个真好个传统，大大细细，大家参与，到大无闲个时阵，就帮助牧师。啊，牧师哪里艰苦的时候，哦，就慰问牧师。啊，那牧师吼真欢喜的时候，甲我鼓掌。啊，所以我做吼台北中会的议长的时候，甲恁偷偷讲，即嘛会使讲。迄阵1996年未讲就，去请到十地道呢。哦，嘿，然后多准伊知吼，我来包海。哦，啊，佮送我吼马布罗的金边呢，佮送我金表呢，佮讲爱在。哎吼，做西装哦，啊西装哦，唔好啦，爱做啦，啊无2000块比赛，爱20000块啦，哦啊配嘛爱做啦，哦配哦，我穿1000块，唔是啦6000的啦，所以对当迄摆了吼，好、哦、我拢爱生活拢爱真高级嘞，食嘞也无偌济，生活爱高级，像凄嘛真凄惨嘞吼，啊不如直接后来我发甲讲哦，我连帮忙教会友。啊，中集拢真认真，所以包括柯世前校长啦、啊，吼、哦，嘛是足认真诶哦。哎、欸，你看伊点点哦，真实务呢。啊，逐项拢诶使命必达。吼、哦，我毋免讲，伊着拢知。所以阮帮忙教会遮中集，大家拢真欢喜来服侍。无论伊是最校长，啊，无论伊是吼、哦、最医生，还是是博士学位，其实我甲讲，哇，阮帮忙教会那遐侪人才啦。我惊着呢，我逐礼拜讲到吼。皮皮错啦！哇、哦，那边拢讲道，下骹拢像老院长这里，吼、哦，伫遮要听我讲道，我是变怎讲道理啦？所以逐礼拜拢爱皮皮错4准，啊，伫遮来讲道啦。不过我嘛真感谢上帝讲，帮忙教兄弟姊妹，实在是真动心、真动工，啊，包括我的会议吼，都在笑啊！我不是平常你伫搞搞，你今日啊吼，爱安怎安怎啊吼，我讲。嘿嘿，啊，总统，我爱讲吼，咱吼偌济医生伫遮，我算了，哦，25个呢。
咱茫改七年呢。哎，你拢优秀医生来送来帮忙教会，我煞真多谢院长哦，伊拢鼓励迄优秀的医生来啦吼。哦，李医生长了伊吼，十五年前就来，啊，苏文浩医生嘛是十二年前就来吼，啊，刘昌邦嘛是因带来吼，啊，佮吼有几伫只吼，唔知因拢四界踅呢，巡来巡去，伫市内踅来踅，到尾啊吼，伫帮忙教会订婚啦。啊，所以吼、哦、来我嘛有责任嘛，我爱陪因呢，读圣经，读因祈祷呢。啊，因艰苦的时，我爱替因祈祷呢。啊，所以吼、哦、实在要做这个牧师嘛，真无简单哇。啊，所以我嘛真感谢吼、哦、台北中央吼，我有这个机会甲服侍啦，特别爱多谢咱的今日电话员吼。诶，若无恁来吼，我免退休呢。姚校长吼，姚林德校长吼，好等偌久咧，才会通退休？敢要等中委会去派电话去甲举行吼，尽情退休礼拜。啊，加在今仔日吼，咱中委会吼，啊，一个袂真讲，就讲要来啊吼，啊，互我足放心。啊，若无要互我尽情退休，我怎搭伫空中？啊，伫遐毋知要安怎吼？啊，我所以我嘛爱感谢啊，迄、那个台北中会。啊，当然拄只。迄、那个院长咧问的是，咱个讲到遮，问讲啥物人吼、哦，啊，对头到尾无会一间，阮会惊会啦。这是放门教的传统，对无？放门教会吼，惊会无咧讲吼，甲牧师撕掉啦。啊，所以我会通四十三年，搁四个月吼，就是吼，伊早就要撕掉，但都转牧师，唔敢撕啦，因为讲吼，团队派来，啊，就吼。来做甲伊甘愿啦，啊，我着做唔甘愿，啊，做甲今仔日甲退休，啊，所以我的子孙吼，其实拢有即款的传统。哦，那有迄种讲甲牧师死头路的啦，就伊当做带甲牧师吼，啊，甘愿包迄天母第一任的牧师曾祥牧师嘛是啊，啊，做甲伊退休吼，啊，甘愿，啊，像陈国忠牧师嘛是做甲伊退休，伊甘愿来要办退休，后日你嘛爱去拜堂，害我的子孙爱去甲伊办，尽量退休吼。所以吼，这是一个传统。我往往咧讲，一间教会有一个传统，生囝都爱接这个传统。啊，所以吼，我嘛真感谢上帝，就是讲吼，啊，予阮有这个真优良的传统。啊，阮的囝会，阮的孙仔会，啊，虽然我年纪无大，五十六岁，做阿公嘛袂歹。啊，即个吼，教会拢爱遵照这个传统，啊来领受上帝恩宠甲祝福。啊，所以吼，我今仔日早起甲讲。啊，最后来讲，结尾来讲，我有讲袂尽的话啦。对，布雷先生伊伫几啊本册拢讲啊，伊吼，就讲我伫讲了啊，但哎呀，讲袂尽的啦。啊，其吼，我今仔日讲到遮就尽啊啦。啊，所以我后摆我就甲阮的会友讲，恁对下晡开始，陈明辉牧师上任，逐项代志拢问这个陈明辉牧师，唔好来问我吼。我即马纳凉啊吼，两袖清风真轻松吼。多谢大家吼，多谢。这是要来吟诗俄罗斯上帝，圣诗四百四十一首，上帝圣神引带保护，请起来吟全首。Thank you.
要来誓约，咱要将时间交予伊顶。亲爱兄弟姐妹，这是爱照教会规矩来设立陈明辉做北门堂会的牧师，担当主所交代的圣职，所以爱请要受设立的牧师以及堂会信徒，在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誓约，来先请陈明辉牧师起立来誓约。陈明辉，你担任领袖牧师重大责任，你有确信这是上帝调命啊无？有。你有确信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话，做你信仰甲责任唯一的根据啊无？有。教会头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独独伊做主。既然教会中特定号的职务，着我靠伊来设法，你约要安尼啊无？你有要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的四道圣经、尼西亚圣经，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啊无？你愿意做北门堂会的牧师，确信这是上帝旨意，要忠诚尽职传福音，一世人归荣光上帝，来利益伊的圣会，你约要安尼啊无？长老教会是起坐伫上帝话。这是你以后所信、所传、所行，也无照教会法规，你经函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则的裁决啊无？请坐。我代表中会爱唤起同会众信徒知，这个时阵也是信徒重新奉献立志誓约的时，所以这点请北门同会所有的会友起立来誓约。在一楼、三楼，所有的朋友啊，请恁起立来誓约。恁有相信煞告别耶稣基督做救主、做教会头啊无？有。恁已经聘请陈明辉做恁的牧师，恁有诚实欢喜接纳伊、敬重伊、听从伊、体贴伊、替伊祈祷，甲伊同工行去上帝国。恁约会安尼啊无？有。伊用上帝道理教示恁、宽勉恁、更改恁、培养恁，照法度料理教会，恁就谦卑来承受顺服。恁约会安尼行啊无？有。阮会保持教会秩序，双方若失策，应该通知小会设法，毋通四处报扬，抵到妨害教会大局。恁约会安尼遵守啊无？有。请坐，请陈明辉牧师起立，同心来祈祷。主啊，你是把众人的心意，都照你的所爱，来拣选人做你的圣工。在你面前，阮发现家己的真相，是何等的卑微、污秽、搁重罪。总是对你无限的疼，在你的子的血，愿得到下罪赎罪福气。感谢你在万人中拣选人，甲你同工，予有限的人参与你无限永远的圣工。有罪的人有份在至圣荣耀的圣职，这是何等的荣光！我只有用感激来应答你圣的呼召，由你监察你的车用陈明辉。即时站在你面前，搁一摆甲你立约，奉献伊本身，求主成全你的旨意，通过你正路部的祈祷，设立伊做牧师来照顾你的正灵魂。主，求你的神扶持伊，引带伊，帮助伊，来尽忠于你对天呼召伊的职分。求你甲伊同工，善伊的困难。来做你好的测验，可以会晓在工作中仰望你，对你的圣模样来引带你的正样。想使伊的心有智慧，通知影羊群的欠缺甲需要，及时来帮助因。可以所牧养的羊群，时常伫青翠的草坡得到饱足，伫清洁的溪水得到滋灌，伫凉凉的树篮。得到安息，由你心属伊有疼心，
亲像你捌为着羊放杀性命，小叔伊有耐心，亲像你遍行山坪找失败倒转；小叔伊有自信，亲像你抱羊仔仔伫胸前，带全军伫头前行。无论是你欢喜、艰苦、富足，还是疲倦，可以无忘记你今仔日的誓言。对你的呼召受尽罪恶者，何以为忠心尽职分，直到站在审判台面前，通对你得到阿乐讲好过尽忠的萝卜。愿咱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要将请起立。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献的官兵。接纳你当陈明辉做放门同会牧师，煞通知正信徒知，牧师的职分甲官兵是照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则交代你。当你受设立做牧师，要照顾上帝教会羊群，多无兴起上帝国，要谨慎你本身的行为以及你所教示的，常常关心伫遮个事，因为照安尼行。就要救你本身以及听你信息的人，请坐。这是要来接纳，台基生要来请着会员，刷接是本庄牧师，然后是北门教会的小会员。请咱本庄的牧师。本庄，等我这本庄来，我坐下。请北门教会小会员。
时咱要来移交，咱要请啊，请小会议长、公共事务所啊来移交和新任的秘书。是咱要请陈明辉博士来讲就任事。那小超，本来才两礼拜还袂放屁臭，即摆煞会屁屁臭。我较属于青梅唔惊青的啦。虽然有时拍来拍来，搁嘛着钱。我莫说娘，我甲阮哩教会死的时阵，犹无找着教会。当时有阵牧师知影的时阵，来甲我讲：“阿无明辉，你来帮忙。”我莫说娘甲讲：“敢通去？你敢有才调？”莫啦。啊，真正会惊！古传牧师43年徛伫台北的所在，我这一两礼拜甲伊生活，我才知影，伊是一个真勤俭的人。教会可能是大细项代志拢伊在做，伊会约粪扫车，咩粪扫？厝边头尾，阿袂得捌你。今仔要举办这个特会，我爸讲，啊无咱来放假，啊用一楼卡就好啊。伊讲唔买，就安尼就好。啊，我心肝咧想，带来，我知影一定会逼的。哦，袂逼空，但是逼人会逼起来，会逼贵。总是上帝怜悯。我搁再一摆穿这個大礼服，因为我原本的大礼服已经行人啊，是陈朴文牧师伊的遗物。我讲你迄领衫爱给我，不过人伊的查某囝嘛读新人医服务啊，所以我就爱行伊。啊，这束衫朱义胜牧师送我的，啊，所以啊，真多谢真侪同工疼我。无按算一束衫，搁穿会着，有了改变我人生的一挂概念。后头咱听陈武宗牧师在讲这济感谢的话，我嘛爱讲感谢。下早一礼拜有吟一首诗，我真爱吟，我真爱讲这故事，我嘛真爱讲故事，我爱讲真济。在我一生中间改变我生命的故事，可能我莫会的朋友已经听真济摆，总是我特别讲伊的原因，是伫人生上衰难、上卑微、上艰难的时阵，会记得有缘有人听你替你祈祷。我读神学院，我的母会的牧师娘，啊，算母会出身的牧师娘，尖嘴关牧师娘，就是康文祥牧师的牧师娘，两阿母为头城开车，在一宿的搬面。背面啊，背面来台南市人院来看我，我一世人永远记着嘞。因为迄个时阵，我是无爱读书、读册啊。我感觉读书人真艰苦。我第一代信徒，我家庭无支持。
我甲阮个牧师批完假才去读神学院。我哩就讲，那做牧师像遐含慢嘞，啊，那甲青年拢袂合。我才知影，我做牧师了，我嘛甲青年袂合。啊，这当然这是时代的变。伫生真艰苦中间，康牧师甲牧师娘为头城伊来个头城开车甲神学院。伊个油钱比想个背面较济钱啊！总是，迄是，我再一摆，徛起愿意行这条路。我感谢上帝，天母台真书，天母台好书一章三十一讲，我感谢上帝，就是我煞接列祖用清气个良心，起初个心，这个未改变个心。来伫上帝面前服侍伊，有真济，我也无资格讲煞尾有讲袂尽的话啦，实在是也无资格。不过一生中间有真济感恩，伫我的生命的中间，我感谢。我哩教会，予我五年两个月伫遐，甲因做伙。我有真疼阮个叔叔，泡真好个茶予我啉。伊个囝甲问讲：“妈妈，啊牧师来要泡啥物茶？”伊讲：“泡个咱较少咧泡个，就是哦，真好个才有互人啉个啦，啊，迄是。”咱有全牧师的表小妹，啊，嘛有真疼。伫阮里，我嘛看见真疼主的长老。虽然伊要将伊几间咧领老人年金，伊犹原拍拼伫遐咧摒扫。我看见伊温存做工，只求上帝的纪念。在我服侍过程中间，有真侪长辈留落真好的模范。我伫枫林，搁较前，我伫枫林看见19岁酒馆怀孕的妇人，人伊一世人的经历中间，伊甲我讲一句话，我永远记掉咧。因为伊的家族疑八的事件。一个家庭四个医生，三个腹肚是破开的，一个胖健不知伫倒位。这个叫三姐甲我讲，牧师，阮一生真歹命。不过阮若无上帝信仰，阮无法度行过这70年的日子，我的心真艰苦。在我参与伫总会的实习的过程中间，我是捌到真济真有信用真好疑犯的这些受难者，因坚定的信用，咧甲这个无过去无公正的社会底下，最后的抗议。在咱一楼一个李英昌兄弟，伊伫中仑教会咧礼拜。伊今仔日嘛专工来，我以早去游行的时阵，伊徛伫我后边，伊讲啊你什么人？哦，伊怎摕100块美金给我？讲牧师，我后摆若游行搁拄着你，我就给你100块。嘿，不就100块的美金来游行嘛，无啥忌惮哦。不过唔是迄个100块美金，是迄个咧拍拼的过程中间看见即个。长辈因疼惜传教者、疼惜牧者，迄个心，予我笑脸无煞。咱流目屎，毋是流无价值，咱流目屎是要流有价值。但毋忙，咱每一个人，咱每一工拢会当羡慕来见到上帝，予咱的心会当得到欢喜。我想这段
我来到北门这段，应该是我人生的煞尾站，要亲像我该有迄个人生的煞尾站。伫湾里有一个合唱团，叫桂枝湾合唱团，因咧唱《最后的客家》，马街博士所写这《最后客家》。因咧唱的时候，我拢伫遐听，我伫遐目睭客客。我时阵，我会想，我最后的客家伫倒位？这个土地是咱每一个人最后的客家。我感谢，有些些感谢未尽的话，啊，感谢我的牧师娘，伊是我的警察。我伫红牛的时候，有一个这个警察啦、啊、就是迄个张七龙的太太，兼一下兼金鸡张乐，因在后背拢惊伊啊，我唔知啥物奈惊我牧师娘。因为我知影，有时我会控制袂了。我无多像陈武泽牧师，我多低等引诱，我可能无多低等引诱。不过我若提红包转去吼，有时啊点点低咧，知哦。啊，唔知啥啦吼，亲像囡仔讲白贼安尼吼，有一工则是讲出来闹交伊吼。我无顺利讲，钱你袂使，哎，红包你袂使提，啊，袂使提变安怎？鼻仔摸咧吼。把伊奉献出去啊！这就是我的警察啊！当然，伊就伊，我才有安心生活哦。啊，我才会当安心。可能最后要来调见上帝的时候，才会当让上帝心无来接纳我。啊，感谢，感谢的人感谢不了。啊，当然爱感谢吴宗牧师啦吼。伊会秘密带我，一直流唱歌，哦，因为我真熬流歌，啊流歌，毕竟我今仔流唱歌，真，而且，不过我看见咱我们北门教会真侪兄弟姊妹啊，真支持。今仔日吼，牧师，阮两个牧师拢无做代志啦，就是阮拢营业，啊，拢在中区陪兄弟姊妹招待，哦，啊，伫遮。我来到这得到牧师、牧师娘、家己的查某囝，必须真大的接纳。啊，阮都拢徛做伙啦吼，啊，阮较吵吼，因为阮若无欢喜，阮用甲站咧，伊就听着，因为阮伫个出头顶啦吼。啊，阮若甲牧师娘冤家，阮嘛甲碰一下，知无？啊，这两个哥，少年的哥咧变棒啦。啊，伊咧体贴阮，啊，感谢伊。啊。感謝我過去的牧會真多的教會，再一些長輩，恁對我的疼愛，我只有愛講，我都一個一個的名講出來，總是只有感謝，因為你來，我會歡喜，你的參與，讓我得到真大的鼓勵和幫助。啊，我想說給你介紹我牧師娘啦，欸，我們家的警察啦。我牧师娘啊，吼，是啊。我牧师娘较会变东变西来食。我记结婚的时候，我伫日本的时候，我载倒去丰原，伊去丰四路迄个超市哦，迄个大卖场哦，看偌济迄个做西点啊，做遐细项的物件，看要几万块呢。啊，即摆可能较无咧做这啊啦吼，诶，啊，搁阮后生啦吼，陈依丽啊，阮后生陈依丽，啊，直播伊咧做直播啦吼，诶，啊，老太就是接伊个相机啊，真牛，啊，讲吼我会艰苦，较无所用，好用啊，迄相机足真钱。啊，不过囡仔兴趣就是安尼啊。啊，我的查某囝安家、陈安家，啊，啊，本来牧师娘会大姐要来，啊，进前车祸吼，啊，即摆讲话吼，喙齿落了了，啊，讲话拢会迄个，啊，伊的查某囝，嘉燕有来啦吼，我有看到嘉燕，可能伫楼骹还是楼顶吼，诶，啊，我的宝贝啦吼。
讲到我的部分，我心会激动吼。我妈妈讲，是讲阿在拜佛会啊，个佛会真济啦。无脸见江东父老，所以就惊的啦吼。啊，其实惊到尾也毋是惊啦，实在是一个感恩。我佛会牧师甲杨志讲啊，明辉要佛会要换教的，啊，咱来。我去到台就对到台了吼，迄赶袂掉的好心啦吼，两条条，但阁袂歹吼，伊袂带带来垃圾啦吼，但是带来粪便，全部会奉完教会啊，牧师牧师娘吼。啊，各位弟兄姊妹，因是台游览车哦，咱会阮的会长了，即摆若无来，等下。放门礼拜拢伫奉完礼拜，啊，啊，我期待副校长的即个兄弟姊妹要袂信耶稣，啊，奉完教会大家招呼，互因来教会，啊，我前牧会的教会，阮哩教会，阮的中职兄弟姊妹真侪伫遮，侪侪点点做工的啦吼，倒粪扫免人讲，早时六点就来，哦，啊，关门，啊，即摆我走的，哦，关门啊，就真侪。啊，摒扫伊拢家己真主动，啊，我哩教会诶，中心兄弟姊妹拢坐遮吼，就就感谢，愿上帝赐咱大家有讲无有讲袂尽的感谢啦，无讲袂尽的话啦吼，啊，就讲袂尽的感谢。除了感謝我們兄弟姊妹，也歸榮光上帝，感謝上帝的祝福和帶領，多謝。多謝丹文輝牧師幫我介紹一下，這樣更加周濟。再來，我們要來敬送禮物，敬送給前小會議長，王光樹牧師，我們要請魏耀輝長老來敬送禮物，代表教會來敬送。我们要来请陈汝全牧师来敬送给伊礼物，我们要请歌手现场了。过来要来敬送给伊的牧师娘李慧宽牧师娘，要请黄碧云长老来敬送礼物。代表陈玉璧姊妹要来敬送给陈牧师啊，陈汝全牧师夫妇，请陈汝全牧师甲牧师娘。请啊，陈明辉牧师来出力，来将啊这个啊要敬送礼物啊，请陈武林啊执事来敬送礼物。
过来要来敬送礼物给陈牧师娘张金竹牧师娘要请王妙玲长老来敬送礼物。因为我们都熟悉，真正，咱算木匠、木师吼，讲比较少，但是要讲你，这个吼是这个厨师匠，木师娘来做的吼。唱名啦吼，然后若无安插着，再搁出来吼。过来，咱请团福会要来敬送予陈武全牧师，团福会代表。哦，团福会，记者。过来要来请平安基金会陈明辉牧师，过来要来请教会广播社，陈处长，散予陈明辉牧师。好，过来教会广播社来散予陈汝全牧师，社长，过来请这个台南新学院的校友会的代表，志龙牧师要来送予陈汝全牧师甲。陈汝全牧师牧养43年，今年退休纪念摇花，祝福我们台南新学院。过来敬送予陈明辉牧师。陈明辉牧师就任台北北门教会第三任牧师，纪念主要花是我的牧者，台南乡民见证。过来要请宏源教会来敬送予陈明辉牧师。还佫有要赠送礼物无讲到，伫会后了后，还佫会当继续赠送。这个时阵，咱要唱祝歌，要请天母教会献歌队，因要吟的是歌名是《耶稣予我唱歌无停》。Oh
片甲写书，咱要将时间交予卢义兴长老。各位长委、各位牧师、各位长老、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好嘛！时间的关系，所以我写书会点比较较短。建军伫本地实践听，个人普世行公益，要追求正义、敬虔、信心、贴心、忍耐甲温柔。伫信仰的竞赛中，爱尽力跑走，为家己赢得永恒的生命。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你蒙着上帝的保佑，在所真多的证人面前公开宣誓这美好的信仰。伫《天马台前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十一节到十二节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第六十五届总会议长阿比斯，总干事林宏强，在你总干事全体总会议同敬的。特会会举行感恩礼拜，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他们必在加美之圈躺卧，也在以色列山北美的草场吃草。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以西结书34:14-15。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北总会议长廖继坤，总干事苏正才及全体总会议长，今日主来恭贺，邀化你要出席，阮得到平安，因为阮所做一切拢是你予阮食。以赛亚书26:12，为着安尼，我嘛常常替恁祈祷，愿咱的上帝把恁做看见。都受着招，各用欢迎来圆满一生所希望的好，伊对是所做工，甲咱的主耶稣的名，一点一滴的灵光，恁也已经得到灵光，照咱的上帝甲主耶稣基督的恩，三太王爷甲后书第一章11:10-12，带咱新阿姨当属就求信殿。院长郭忠民、校长王宗尧，以全体教职员生一同敬礼。忠心良牧，兴旺福音，尽忠职守，贡献才情，传报福音，典范有留，尽诚退休。荣神益人，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马偕纪念医院董事长自强院长刘建良，院牧部主任郑颂院。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执手。诗篇16:16第五节，马偕医学院董事长赖敏亮校长，居人，请在主里衷心祝福。这不是我说的，我已经得着了，而已经完全了，而是竭力追求。或许可以得到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着的。弟兄们，我们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了得到奖赏。腓立比书3:12-14，马偕医护管理专科学校董事长赖允亮校长，陈玉仁校务部主任唐宇芳。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就是我的牧人，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心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以西结书34:23。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诗篇78:72，淡江高中董事长李纯正校长、柯世贤主任、牧师熊长旺，以及台东马偕医院院长王公亮牧师、潘希奇新竹马偕医院院长苏聪贤副院长、翁顺龙副院长、陈忠信牧师、詹义信真理大学董事长
张安洛校长陈希明，人文师王荣章，台湾教会公报社董事长蔡正道，社长方兰婷。嘛只爱感谢大家啦吼，多谢上帝恩典，吼嘛三门教会，感谢咱中委派中诶中委会派中委来咱执行诶协会，甲咱诶感恩诶礼拜，嘛感谢咱三门教会四间诶教会吼，人物教会、马家基人教会、公益行动教会甲关岛教会，以上有人物教会来代表来献诗来贺乐。嘛，感谢文理教会的让贤，哦，台民会国书来帮忙教会，我们帮忙教会会当继续来做主工。来感谢陈武全牧师一生的奉献，伫帮忙教会43，甲各位牧长的来参与。嘛，感谢咱有送来诶会员啦，啊，咱统一布置布置有在的单位。嘛，感谢咱来福田有100几个单位，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甲你入在的。暗时。有感恩的茶会，请大家来欢请。哦，在中长安西路287号至2号马来亚餐厅。哦，因为咱有邀请，哦，大家有登记的。哦，我那边已经开40平了。哦，即卖已经准备菜肴来等大家。哦，啊，等下有中巴2部。哦，在一个52巷全家便利商店门口，咱来巡回的载大家来餐厅。啊，所有等下大家所有参加者吼，伫咱这个感恩礼拜后壁有一个结奖，哦，大家看到有一个结奖，有兑换券，哦，麻烦大家在结奖的店面内后，咱伫一楼，咱有正常大家纪念品，哦，非常不够，谢谢。这时咱做伙来吟诗，来敬拜上帝。27首歌祝上帝，请起立。来吟转秀吟诗完了后，咱要请陈明辉牧师来祝祷。Thank you.
上帝感谢你，把阮的特会对头到尾得到你的引带带领，阮献上感恩在你的面前。台湾天父上帝疼痛，耶稣基督救赎恩典，圣神相通陪伴，甲恁众人相隔一日，对这时到永世代拢无煞。阿门。